我直接找一楼去了。一楼找房间里，一楼找房间里。哇！哦，nice！哎，操！这他妈楼顶枪都去哪了呀？我很想知道。我捡了一把。那个空投，哎，突然想起来，你们一说抓吗？抓吗？哎，来！这边有一个。牛逼！我操！他妈吓我一跳。 还可以，一滴血，一滴血，一滴血，碰一下就死，跳起来打一枪就死。就俩，挺能跑啊，这小子，就俩，就俩，就俩。左边，最左边一个，最左边一个。 我操，全是助攻！这是他妈四个人，完了，这车后边还有一个，车后边还有一个，直接倒一个。哎，倒了。防区队，打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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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立马就打残一个。你起来得补颗烟了。我白了。没烟了。他妈丢，丢了。我得死完，我死完。我这又来了。 打你打，帮不了。打你打，帮不了你。OK。我打一个，过来帮你。对面倒一个，对面倒一个。哎，右边有个人，右边有个人。哥，是我。还在。没了没了。我操，我开车开太远了。 我寻思我拉他，得是他妈直接骑他脸了，我操！哈哈，两只，两只。操，房里有人。房里有个老六，也倒一个，树那边有个老六。防外，对，坦克三个，左边一个。哎呦！这三个人，那就这三个人。他妈的！哎呦，我操！哎呦，还被他对面仓库的。 是的，哎，有个大包的，看到没？应该没雷了，我直接救你。就按你，咱俩拉上去走上没？应该可行。难打。哎呦，挂好的。116级，去你妈！